电的发明为人类历史写下重要的一页，电的使用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科技的高度发展，举凡大众交通运输系统、工业系统、资讯系统、科学园区、办公大楼、工厂厂房、医院、学校，乃至一般家庭，不论哪个地方、哪个角落、哪种行业，电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能源。因为有完善的输配电系统，才能让一切运转得以顺畅，城乡之间的距离也不再遥远。大同重电事业部致力发展为国际级机电系统供应商及智慧电网整合厂商，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与服务。Working 大同度，提供健全的电力输配电系统整合技术，全方位的电力产品与服务。而一套健全完整的整合性电力系统，从发电机、变压器、气体绝缘开关、配电盘、电线电缆等，也都具备有高品质的保证与完善的售后服务。大同公司重电事业部拥有优秀的经营管理、设计研发、制造生产、品质管控、售后服务等优秀团队。产品特色：安全性高、信赖度佳、产品多样化、符合环保需求、维护容易、快优服务。电力变压器，大同公司活用 CAE、CAD 等先进技术，结合优越的设计技术、纯熟的制造经验及严格的品质管制，创造出高品质、高信赖性的电力变压器。并联电抗器，铁芯角采用最先进的高栈击率辐射状铁芯，可大幅降低铁芯的漂流损及噪音值。采用圆形轭铁结构，使三只铁芯角呈三角形递紧方式，可有效降低铁芯振动及噪音。采用适合该铁芯的圆形外壳，可降低振动及噪音。炉用变压器，用特殊双层八字形线圈，使线圈间导体接续简单，安扎分布良好，耐电磁机械强度佳。在设计上配合严密的构造设计，使变压器芯体能够充分承受短路时的电磁机械力，符合国际标准，维护保养简单，安全可靠。风冷式及水风冷式冷却器可供顾客选用。配电变压器，台电杆上型、停滞式，各机关企业所使用之各式配电变压器等等，销售遍及世界各地，深受顾客之信赖。细钢片铁芯树脂型模柱变压器，西元1991年投资制造设备，开始制造模柱变压器。非晶质铁芯变压器，西元1991年率先开发完成超高效率非晶质铁芯。配电盘，西元1967年开始产制各种配电盘、控制盘，之后陆续率先开发其他几种。台电公司国产化13.8 kV 双甲闭锁型配电盘、23 kV 双甲闭锁型配电盘、火力电厂用马达控制中心盘、36 kV 双甲闭锁型配电盘、23 kV 中压 SF6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高压气体绝缘开关设备。西元2004年开发完成161 kV 50 kA SF6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取得台电国产化第1、2阶段认证合格。西元2007年
完成161kV50kA SF6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之定型试验，并取得台电国产化第三阶段认证合格。主要时机：一次变电所统包工程，台湾电力公司马兰 DS、 树峰 DS、 鹿耳 DS、 社湾 DS 等变电所，水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工程，台湾电力公司清流、水莲、北山、阮桥、高平、社寮、竹门、碧海等电厂，柴油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工程，台湾电力公司澎湖、尖山、七美、望安、福井、吉备、乌宇电厂、金门、塔山、下新电厂，产业厂用设施工程，中华硬管公司龙潭厂、阳梅厂、绿能科技公司薄膜厂、切片厂、上智半导体公司、唐荣不锈钢、台积电、奇美电子等。保证与承诺，在各团队的用心下，荣获多项专业认证，如正字标记 ISO 9001、 ISO 14001、 OSAS 18001、 TIPS、 TUF、 CED、 TOS HMS、 大陆3C 安规验证、欧洲 CE Mark、 美国 UL 安规验证，与第18届重电组台湾金品奖的殊荣肯定。售后服务团队，大同公司拥有高素质的售后服务团队，同时拥有完善的物流运送系统与危机处理小组，在接获客户通知后，立即派遣专业人员到达服务地点，有效快速地处理客户的问题，透过回报系统能及时回报处理状态，主动定期保养维护检修，并有固定的 SOP 回答客户的使用咨询。建设与成果，2010完成500kV 级超高压变压器生产线，社湾 DS 变电所荣获第10届公共工程金质奖及公共工程品质优良奖。展望与愿景，大同重电事业部希望未来能发展为国际级机电系统供应商及智慧电网整合厂商，建构海外生产基地，培养海外经销商，布局全球，提升产品技术研发，发展技术支援海外，完成国际级500kV 重电产品 IEC 产品认证与能源局实验室资格认证等，同时配合政府政策深耕台湾，跨足国际，有效节能，创造无限，积极与世界接轨，透过稳定的输配电系统、配电管理系统、节能管理系统、再生能源运用等，做到电力资源不浪费，让绿色电能点亮你我生活周遭的光明。